so upset!这玩意儿有点儿，有点儿。哇，有点儿过。哇，人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来几个哥们儿想吃我做的红烧肉，咱们今天准备了一块红烧肉，准备了一块五花肉。 咱们把这毛啊先给烧了。好了，咱们还准备点什么，老铁们？准备点鲍鱼。看这鲍鱼的个头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哇塞！说好就说，咱们去把肉啊，还有鲍鱼一块清洗一下。 来吧，大哥。这倒是快啊！我先收拾鲍鱼。行了。 天天太凉了，放在锅里，擦擦水，倒点红豆白，焯好水五花，咱们捞出来。 咱们把肉啊放到砂锅里边，放生抽、生糖、鸡精、生命的源泉、姜糊。 小心！把鲍鱼啊下到里边啊，咱们再煮上10分钟。把粉条放。好嘞。一会儿炖上10来分钟就好了。尽量别搅，别让它打底儿，这粉条。再一会儿一吃，噔噔噔噔，放点盐。 真香，真香！别开饭了，来上这边，别开饭了，应该在那儿。来，你坐你这去。是不是有点烫？好，行，正好。哇，这鲍鱼。 这刀工也没谁烂，阿南哥，必须的。吃肉呗，我也来。别弄一会儿丢肉。弄一块来。来，弄个鲍鱼。啊。来一会儿。你们吃吧。我说最信任的还是这玩意儿。这他妈有一个鲍鱼嘞。这个。有点痒。
这粉条真是没治了，我跟你说。老铁们，中间啊，这个粉条啊续少了，没吃够，咱们再在里边加点粉条，加个菜。给你变成老金，大哥今天行了，就大个口了，我跟你说。好两天没那么吃肉了。明天，买的金牌。先看看圆点毛，圆点。你那个辣椒软是辣椒对？我不想。其实啊，还是吃肥的香，我跟你说。啊。真嫩的啊。入猴计划，这玩意儿真对。哎，你就吃吧，都不用说话了，一吃一个不念食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妈这王八犊子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跟你说，那块肉我也想。你看，瘦的。哎妈，你吃着不香。入口即化。那边骨头还在这样。我这口。这口还整了点儿吧。哇。我的妈。我真的是。入口即化。它吃有点鸡，而且凉粉的好点，不太烫了。哎呀，这块，老铁们，哎呀，我最爱吃这个大肥肉，想吃。哦，其他多着嘞，吃吧。我不吃了。来，我去拿我的桶。吃不够啊，真香。哇、全是油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了，必须得吃点油，这个我跟你说，拿着油一拌饭，我的天，一点一勺下去，这一勺全是油，哇，哎，真香这米饭，这还别说都是经验哈，这整米饭都是经验，啊，真是这小油一放，哎呀，过瘾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